辯才壓做好戲制啊！背向我哋嘅許增才咧，就是、對呢個世界盃嘅冠軍陳新華嘅。咁大家一開波咧，即刻盡量表演嘅，一有機會放到最高添。有陳新華一路表演一路笑啊！睇呢啲波咧，輕而易舉，肯定放到台噶。嗱，越打越橫，再有一個側嘅放到台中間。嗱，陳新華嘅表演相當好噶，嗱，大家亦都睇住個腳，隨時可以走過左噶。但佢現在放呢個咁嘅側傳咧，你又冇可能咧係打落去佢個左邊嘅一個波走橫。許增才發球嘅仍然，一定係打落中路嗱。佢亦都知道陳新華肯定擋到，所以現在發力攻嗱，咁呢啲波就好睇啦。我先啲球拉網啊！如果唔拉網夠埋噶，一比一平手，我睇睇啦。大家再睇嗱，全力發力拉噶嗱，呢板係好衝嘅衝船，夠埋，再一板衝。如果個波唔係彈一彈係到位，因為近近網個波嘅力度嘅減弱，令到陳新華唔夠，即係個位失咗嘅，個人喺後邊，個波喺前邊，二對二。大家知道嘅技術咧，可以打表演賽嘅時候放進嚟打嗱，相當好啊！許增才亦都可以守噶，呢個球員能攻善守。嗱，一個側傳埋身噶，睇到好準。咁啊，陳新華亦都好精你嗱，又一個側傳啦，佢睇落去打落去台中間啊，又打台中間，變咗唔食。再放埋，再打埋，跳出圍板救埋，再放一個，因為追唔翻埋你啦。咁大家睇到嘅精彩表演啦，呢場又真係值回票價。呢個慣用伎倆喎，打到出去啊！呢個中圍板中國隊啊，佢自己係第一即係通常啊，佢最創正式高拍啦。咁啊，高考咧嗱，陳新華盡量表演啦。呢個鬼才嚟噶！現代一脱嚟講嘅運動員咧，我相信最精彩都應該係陳新華。係啦，佢因為逢係表演嘅都要古靈精怪嘅球員咧就好啊，同埋個樣子都夠滑稽啦。佢成日笑已經係令到人開心啊！嗱，又呢啲波肯定夠埋噶。對三。咁呢個許增才打波亦都係相當厲害，尤其是個步伐，個身手靈活。我記得佢曾經有一次嘅比賽啦，打到咧就跌落地啦，坐地啊，仲喺度打緊嘅。因為佢試過個喺全國賽咧，就佢對阿江家良啊，咁喺廣州打。咁啊！當時嘅廣東嘅觀眾梗係捧江家良場啊！江家良打到佢坐喺地下，點知個回身啊，竟然間咧起身打完翻轉頭之後咧，再打個武藤關鬥，江家良再打板，嗰啲廣東觀眾啊拍定手掌以為贏緊，點知佢打完一個武藤關鬥，再可以打翻個波過去，跟住比賽啊！這個許增才相當厲害啊！嗱，佢發力啊，這個衝傳好犀利噶，但係陳新華咧亦都擋得好嗱，兩邊。我睇佢動作就係知啊，全身用曬力，拉拉佢，抽抽佢。嗱，佢係好似好小動作，但係佢整個大臂、小臂、手腕都用曬嘅，大曬上，連個身嘅力都用埋㗎。大家注意啊！嗱，一個反手呢個波開得好快，睇佢咁嘅身材竟然間可以反手咧開到個波，你論上嘅手長腳長，好嘢，開得相當唔錯啊！訓練有素嘅呢個表演就。同埋兩個都係隊友啦，大家都係福建隊啦。係啊，更加熟啦，所以表現得更加好睇。嗱，陳新華撳個波，一有機會啦，許增才即刻拉過。嗱，大家亦都注意，陳新華有板波咧好絕招嘅。如果你拉佢正手咧，佢就唔削你噶啦，就跟住啊係對拉翻過嚟。嗱，佢又跳出圍板。嗱，轉位啊，呢個波到台啊，佢又翻埋嚟啊，就可以轉位嘅。可惜呢下就唔到台。咁啊，轉位咧就歐洲嘅運動員打得最多嘅，打打下兩個調轉嘅位置嚟表演。但係佢調轉位咧，就仍然係打翻佢正確嗰個打翻自己嗰個台面嗰方面嘅，所以咧亦都係難度相當高嘅。輪到陳新華發球。八對九，開個短嘅，跟住啊逼住啊許增才翻放俾佢打啦。回個球翻咧，始終許增才就冇呢個冇陳新華咁玩，因為陳新華削球啊嘛，拉得好慢啊呢板波。大家注意啊，許增才嗰個拉法咧係爆發力相當強嘅，但佢特登放一個咧翻翻轉頭嘅波。反手佢亦都可以削啊！呢個許增才的鬼才嚟㗎，一個加動作，
打空一下，然后再打充分一个时间咧，系相当好。呢板啊，好可惜啊，失咗脚。我睇一次啦，佢会点样啊？就用假手噶啦。啊嗱，一个慢动作，假手打空一下先。咁呢个咁嘅假手咧吓，即系假动作咧，就表演咧，大家咧就觉得系好难能可贵啊。咁其实啊，中国运动员啊。舊陣時咧就澳門啊，現時咧就喺北京嘅黃石添咧，呢個老前輩啦，我哋都要叫佢老前輩。個比賽裏邊都係咁嘅，一個假動作喺台咧放短球，嗰塊板咧擺喺個台面咧，跟住咧佢就可以啊，你一埋台佢先要發力打嘅，咁令到人捉唔到咯喎。係啊，佢呢板波相當好嘅，尤其是打削球手，有攻防戰啦而家。係嗱，應該咧有機會轉位啦。哦，換位啦。啊，兩個換位啊嗱。嗱，留意咯。相當精彩啊！艺高人胆大，转位走位快，大家注意啊！佢打翻落自己张台度嘅，嗱再换，再一个骑鸡啊，打好似打燕咁啊，好可惜啊，打唔到啊！唉，打到就精彩百出啦，但系打唔到都好精彩噶，大家睇啊，慢镜打翻落自己，佢又打翻落去，即系完全冇犯规噶，依足晒嗱，一个骑鸡过去，如果呢个波咧就稍微跳慢啲仲好。大家已經睇下呢個波又係特別嘅，特登咁樣打。13-11，陳新華領先緊兩分。咁大家咧對個分數根本就唔理會嘅。嗱，佢根本咧就純粹表演娛樂觀眾咧。而家我睇陳新華亦都娛樂自己喎，佢又好開心啊，自己覺得打得。頭先你講佢話笑咧，就掩飾個內心嗰啲緊張啊！唔好笑啦！一個車身，好嘢，爭少少啫啊！我睇一次啊，點打車身啦？嗱，再睇一個嗰邊嗱，空曬，所以頭先我講呢啲啊精彩，因為空曬個車身咧特別靚嘅，即啱問啊，去到盡個動作好優美。如果你勉強車咧，就唔靚噶啦，即係好似好夾硬啦，我哋叫做。但放一個高的，好識嘅彈網，佢爭財呢版大意啊！16-12，陳新華領先四分，但希望佢打得越耐越好啦。啊嗱，再一版，陳新華梗係救到啊！呢啲波輕而易舉，因為打到埋身嘅，應該救到啊！咁後面啲觀眾咧，企曬喺度睇啊，唔捨得離開。嗱，陳新華。一拉拉就問台，咁啊許爭財啊！如果呢板發力打仲好，佢唔發力打，想緊緊啊過網啊，點知係失手噶？許爭財都鬼話啊！呢板啊一開嗰個側旋嘅，嗱呢板波如果到咧，陳新華肯定啊可以削翻過嚟啊！好可惜嘅正球，許爭財發球，嗱又假手咯啊！再嚟一個，連起兩個假動作，跳網，有機會打到橫。嗱，佢唔打直線嘅，因為表演賽。再放一個高球，睇到準。啊，陳新華好穩陣啊，表演的確啊。嗱，呢板咧亦都係相當技巧相當高嘅。喺放高球啊個動作裏邊，突然間削一板咧，呢個咧係要掌握個時間等等都要好好，所以佢頭先係失咗。咁但係相反喎，現時歐洲嘅運動員咧。比賽都用呢板啦，放下突然間削一板咧，令到你難以亦都應付嘅。但係呢板靚啊，再一板發力，好衝噶。陳新華救埋一個車身，再一個關鬥，再救埋噶，再放高，盡量表演。嗱，許爭財呢板咧，再嗱呢板矮仔縮矮仔啦，俾佢啊！嗱，如果陳新華呢個波自己唔擋啊，俾許爭財擋翻個仲精彩嘅。咁變咗佢就趕唔翻個檔咯喎！係啊，第一次慢動作啦，真係要睇啦！啊，好好波嗱，但係許爭財已經係發盡力嘅，如果唔發盡力，呢個波因住咗陳三華冇機會表演喎，所以兩個配合得相當好嘅。呢板就係嗱，呢板再一板重板夠埋，呢個波已經係淨係睇呢個波已經係值回票價。嗱，一個短高一啲。表演賽嘅關係，上台走翻過去，應該擋到佢爭取。啊！
嗱，啲观众啦，嗌佢啦，嗱，嚟啦，表演多啲啊！因为大家嚟睇表演赛，志在睇个表演。嗱，啲观众啦，嗌佢啦，嗱，嚟啦，表演多啲啊！因为大家嚟睇表演赛，志在睇个表演嘅啫。嗱，再揾个头再顶啊！嗱，仲同人解释喎，话我鼻打到。咁應該成龍即係縮水成龍個鼻大啲喎，我睇。係啊，但兩個咧都係可以講得兩個隊友啊，那個表演啊相當純熟嘅。好可惜，有可能咧就攰嘅問題啊。啊，兩個喺度做戲啊，喺度抗議。嗱、啊，有呢、這個又話波，呢、啊這個又比分啊。喂，結果翻返位置度，分數我哋又唔理噶啦，繼續表演。16-19。转发球19-16，陈新华发球，啊一波咧，啊陈新华波都唔见埋，又唔知出咩蛊惑啦，啊要揾啦，四围抄许增才四围揾啦，球正点啊？哎，原来收埋喺个手后边，啊动作相当快噶，落板嘅时间咧就系唔接触个波，睇呢板啊，呢板冇办法啦。又放高球，嗱一個假動作，跟住呢板好波啊，好快，再兩板，啊好可惜啊，想搏腳搏過去啊咁，佢呢板特登嘅，唔過網再搏一板，但係太過黐網，盡量啊唔係以分數啦，純粹表演性質，嗱一個假動作，啊跳起埋去，一跳跳起，嗱。呢板咧，如果稍微慢啲就好啦，可以過埋網嘅。陳新華嚇，真係主角啊！今次唔係江家良啦，今次、啊、表演賽佢打得相當好嘅。好啦，兩個終於表演完畢，勝負啊無關痛癢嘅。嗱，我開始個。